Hello， 各位，欢迎回来 Alan Go Round， 我是你们的 Alan 哥哥。有在关注我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前一阵子呢，我带着老婆去日本东京旅游。那在去旅游之前呢，贝贝非常着迷的一个日剧叫做《东京大饭店》啊，里面就是在讲一大堆米其林料理的餐厅的火拼，所以贝贝很坚持的一定要去东京吃米其林的发料。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去吃了一家东京米其林的发料，叫什么？贝贝叫什么？耶，你耶。我看看，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去吃了一家东京米其林二星的发料，叫做 Pierre Gagnon。对不起，是法文，我的发音真的不好。那这次米其林的发料呢，两个人餐费不包含酒，吃下来啊是花了75,000块钱的日币，差不多就是$700，21,000块钱台币啊。好了，各位就一起去跟我们享受一下这个美食盛宴吧 ，Let's go。第一道前菜开始啦 ，Thank you. This one, this is the welcome food. The welcome food. The chef recommend you to start by the chickpeas. 他刚才说那么多，反正他说第一个要先吃这个就是了。这些点缀都是可以吃的，不是用手吃。嗯，第一个，我已经忘了他刚才说什么了。先吃的是什么？啊，是第二个，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嗯，很好吃，超好吃。它外面是包的豆皮，然后里面超有咸味。嗯，肉桂做的小饼干，肉桂会超重，我觉得。接下来吃这个，这看起来应该也是咸的小饼干，很酸。嗯，知道他说上面有个是梅子吧？开胃小菜都非常的好吃，除了那个梅子以外，酸的我脸都歪了。Three type of bread, so we bake the bread here. This is typically the bread from Pierre Gagnon. 你没有先吃原味。嗯，面包好吃，超级蓬松，入口即化。但在外面烤的是有点焦焦的，有一点点脆。那第一个很好吃。那我先来吃这一块哦。这一块中间有什么？开心果。这也很好吃哎。The concept of Pierre Gagnon is a lot of many small dishes. 这个里面是日本的生虾、生蚝冰淇淋的酱。叠在牡丹虾上面，厉害了哦！然后说这一道吃完以后再吃这个发料，不是超注重他们的酱吗？来喽，各位！哦，这道好好吃，它虾超甜嘞，超级新鲜。搭配出来有更厉害，更上一层了。甜虾跟生蚝酱简直是完美的搭配啊！好吃到我都要舔盘了。好了，最后这一点小点心。它那个果酱其实有一点点像高级版的塔塔酱的感觉，然后里面有一点点那个花枝，还有那种鱿鱼在里面，所以很有弹性。然后外面包裹的鱼子酱，所以总体来说是有一点点酸味加咸味加上一点点奶味。This is the hot starter on the base of the zuakani. Zuakani, this is one type of crab. 就不错。闻到很厉害的菜，我在这边就闻到那个很大一股的香气，海鲜味，那虾的味道超重的，哇靠，超级香！先喝一口这个汤，好好吃，好好吃，很鲜，超级鲜的香。那汤里面是有点焦焦的味道，对不对？有可能是蟹壳，对，再来结合起来一次，上面的蟹肉，蟹肉就是新鲜，特别说不新鲜的蟹肉没有弹力，一丝丝的，像吃面线一样。发量就是可以比寿司感觉吃出更丰富的味道，对，绝对。这是为什么不想要去吃寿司的。我上网看了一遍米其林二星的寿司的出菜顺序，每一家都跟寿司城差不多。棒。And this dish, this is another one hot starter on the base of the sweet bread of Vel and the blue cheese from Domer. 看得我口水狂流啊！不知道怎么形容这道菜，先吃吃看它的酱汁，好鲜哦！他是说他是用白花椰菜跟起司去调的，但是很鲜哎，感觉不止这样。嗯，这道很好吃哎，它
跟姜一起搭配更好吃。这道菜我后来搜了一下中文，叫做小牛胸腺，算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法国料理。盘子都是汤的。白的地方是干贝，下面的地方是干贝加 truffle。 嗯，那干贝感觉蒸过一样，超级松哎，有点像干贝跟 mashed potato 混在一起。我再吃一口，这一次跟松露一起吃啊，来喽！我不懂，跟松露一起吃好像也不会特别好吃，就是松露的香气会盖过一切。这道菜也是好吃，只是就没有刚刚前面几道经验。目前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那个甜虾跟生蚝冰淇淋酱。It's a Japanese Amada fish, the sea jam from the Hokkaido. So this sauce is a beef consomme sauce. 这一道菜是什么？蒸鲷搭海胆。我不知道是不是鲷啦，贝贝说是鲷。我先喝喝看它这个法式清汤康索梅。哦，很鲜耶，超级鲜。哇，海胆给很多耶。我觉得它鱼比海胆好吃。这道菜有香脆。有咸味，但就是缺少一点咸味。那怎么办？他也不想放糖，他去放糖，稍微给鱼提一提鲜。你们不要以为贝贝在胡乱哦，这一道鱼真的巨好吃，我差点连盘子都吃掉了。Roasted with on the bottom you will find some red cabbage and mushroom fricassee, and the sauce on the base of the ginger, little bit de foie gras steamed, and the petit verre for the green vegetable.哇，今天的主菜啊，鸽子肉配鹅肝啊，各位，我想要先吃一口鹅肝，这是鼻子好开刀之后吃的第一口鹅肝，看到没有觉得比较好吃一点，超级浓郁，看鹅肝味好重哦、啊，下次吃鸽子肉，就是那种野生的味道，你知道吗？野生的肉的味道很 wild， 跟鹅肝一起试试看，跟鹅肝一起吃又比较好吃，哎，两个一起是蛮搭的。鹅肝的味道更加浓郁一点，但是没有盖过斑鸠味道，因为斑鸠味道我吃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乳鸽汤。如果你们喝过乳鸽汤，就是那个乳鸽的那个味道，就有点咸，对吗？这道菜蛮咸的。你知道发药都很咸，你知道为什么吗？咸代表有钱啊，以前法国人是吗？盐很贵嘛。先吃一口。主菜吃完，我们进甜点。菜单上他这边只写了一个甜点嘛，我跟贝贝以为他只有一道甜点，想说很好啊，因为发料每次甜的太多。然后刚才服务生上来就说啊，吃的怎么样？现在我要上你们甜点了，我有五道。然后因为白人都比较风趣，所以我们就说哈，你在开玩笑。然后他给我了一个眼神，走进来，他说现在真的要开始上五道甜点，我们等一下就一起看哪五道。今天忘了用绝招跟人家说是 anniversary， 没有用。网络上他们都说我是不是去哪里都用 anniversary。现在你们知道了，不是哦，没有这一回事。只有订房间的时候才这样。Happy anniversary. Thank you. Thank you. 尴尬。被打脸。只有订房间的时候才这样。We start with three desserts. After that, two more desserts. 他说要先吃这一道，下面是橘子，然后再吃这一道草莓酱加上开心果，最后这一道是梨子。特别说是白色的慕斯，跟上面都是啤酒。我来吃吃看。我、哦、没有搭配哦，是有点啤酒味，但是很淡，很不浓，还是橘子的味道偏多，它不是死甜死甜的，是水果的甜味比较多，难怪水果会那么冻，因为下面是整颗的橘子。再来吃第二道了，开心果草莓酱，上面那个有点像是开心果的面包吧。啊，最后一道了，这个下面也是搭配的真的梨子，要么就给你上一个锁对。但是最后一道真的超甜，吃不完，我也吃不完。The fourth one, the fifth dessert， 甜点轰炸、啊。我先喝它的汤，我把这个叫做巧克力汤。它这个酱一点都不甜，它甜估计都在里面。然后贝贝说这个大球里面是冰淇淋，打碎给各位看。你们口巧巨团结。这一道甜点呢，我个人是觉得外面的巧克力汤比冰淇淋本身好吃很多，因为冰淇淋真的太甜了。好了，最后一道甜点，请叫我黑蜘蛛。这道超甜是吧？超甜又超级诡异，超级诡异，然后海苔味很重，哪里有味道？哇，
海苔味在那个冰淇淋那边啦、这整个冰淇淋都是海苔味的。整体来说呢，这套海苔味的冰淇淋并没有特别的惊艳，但我可以理解主厨可能是想要用一些日本的食材在法国的料理里面做一些碰撞。五道甜点都上完以后呢，服务生又拿了三个小点来做最后的压轴哦。但是其实吃到这里，艾伦哥哥已经饱得不行了，所以以下用快速的方式介绍。第一个是含有大量肉桂粉的甜点，第二个则是带有蓝莓口味的迷你饼干，最后一个呢是超级迷你的荔枝蒙布朗，上面还带有一点点的金箔，看起来超可爱超可口。最后到了买单时间，两个人吃了74500的日元，也就是700美金，21000块钱的台币。艾伦哥哥之后只好吃泡面吃一个月啦。各位是不是看得食指大动呢？那之后如果你还想要看我跟贝贝去吃任何的米其林餐厅，最好是在洛杉矶或是拉斯维加斯或是东京啦，你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们现在正式开启我们的米其林摘星计划。好啦，那今天做的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喜欢我影片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按赞、分享、留言跟订阅哦。我们过几天再见，拜拜。然后我发现我刚才乱发的那个音其实蛮像的，这个是网络上的发音。别给你，别给你啊！哦，没说过就骂脏话，滚呐！